在那个反共抗俄震天响的年代，宋美龄掌妇联会，蒋经国有救国团，夫人太子各有派系，互别苗头。救国团对当年蒋经国掌握国民党的党权或者是国家的政权呢，有很大的作用。正所谓得青年者得天下，中横公路开通一甲子，徒手炸山创世界奇观，在那个悬崖峭壁上没有现代化的工具，就徒手开凿。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，绿都台湾就在森立。